戏剧节目男配角奖得奖的是Darren 邱凯伟，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？恭喜！简曼书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，恭喜！跳脱既定印象，变身花旦的表演令人眼睛一亮。首先我要感谢文化部，还有公视，还有群众慧玲姐，还有邓安宁导演，以及我入行以来所有帮助过 Darren 的好朋友们，还有我特别感谢我家人。我记得在我爸过世那一天，我回屏东，我摸着他的手跟他讲，爸，有一天我会为你拿这个奖的，爸，我做到了。还有我要谢谢我的妈妈，后天是她生日，这个奖生日快乐。还有我家人，我太太，以及我刚出生的孩子 Travis， 爸爸会继续努力的。然后这个奖不只是给我的，是给我的婆婆，那怎么那么可爱，所有的工作团队，幕后工作人员，所有人，谢谢。谢谢参与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，所有台前幕后的创作者以及支持者。谢谢喜欢每季的所有观众朋友，谢谢你们喜欢人家。谢谢生活中所经历过的一切，这些所有的酸甜苦辣，滋养了我，让我的生命有厚度，可以成为一位演员。最重要的是要感谢我的家人，还有许多情同家人的好朋友们，因为你们对我的付出、支持还有爱护，使我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能够无所畏惧、勇往直前，获得智慧。哭了哦。最后，我要感谢我的母亲，这个奖献给她。你的美丽与善良，我永远记在心中。我要将今天获得的这份祝福分享出去，愿这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感受到爱、喜悦与自由。谢谢。